大家好，我是 Trisha， 欢迎收听安博足球快讯。据邮报嘅消息，阿仙奴同利物浦都系留意紧雷恩嘅中场马查。据悉，马查冇获得希望中嘅正选次数，佢愿意寻找新嘅挑战。而嚟自法国方面嘅消息人士指出，利物浦同阿仙奴都对马查好感兴趣。咁马查啦系一名球商。极高而且技术娴熟的球员，他代表克罗地亚国家队参加过世界杯，各方媒体都对他有好高的评价。而马查在2021年夏天加盟到雷恩，他在首个赛季攻入了6球，交出9次助攻，凭着优异的表现入选法甲的赛季最佳阵容。但是他今季就没有被赋予同样的重要角色，他已经准备离开球队，雷恩会希望获得3000万英镑的转会费。喜欢这条片的话，就记得给 like， 还有 subscribe 我们的 channel， 再 share 给你的朋友仔看。那我们下条片再见，拜拜。